我们可不可以放下父辈们的恩怨羁绊？对我而言，是杀父之仇。师兄，你真可如此贪婪？迂腐！嗯，你确定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？现在我们有补天石，定能够得道升仙。我看你没有得道升仙，先堕魔道。 这怎么还有两个故事？